还是广州的更年轻。Someone I want.
好，很高兴今天来到历史七周年专场，然后也感谢他们可以让我们在留在北京录音的途中接点演出、勤工俭学什么的，然后也希望他们未来有更多更多七周年会越来越好。下面这首歌是一首关于卧室的歌，叫《卧室革命》。
来是我们今晚的最后一首歌，大家一起跳个舞吧。下面是今晚的主角，力士来信。